我的关心的是，还是刚上餐饮科今年都会七百会登场。今年的主题是淋漓尽致。校长蔡英林表示，七百会的主菜选择是由学生分组先进行 PK 比赛，由胜出的团队担任当年度的主厨。而今年所提供的主菜是冰糖酱猪和三杯鸡卷。一日刚上前一道餐饮科七百会登场，学生在厨房内底分工制作料理，规模宛如正式餐厅共款，一点仔都无马虎。为了要完成这个成果展，他们发挥了团队合作的力量。今年七百会主菜是提供冰糖酱猪和三杯鸡卷，给消费者选择。校长蔡英林表示，七百会算是餐饮科三年级学生的毕业专题制作。学生对第一学期就开始准备，除了设计菜单，也分组 PK， 有兴趣的组别担任当年度的料理主厨。那像今天所展现出来的、所选择的这一套的菜，是他们分组，然后去研发制作。经过班级的品尝讨论以后，决定说我们这一次是要以这一组的菜色为主。一日刚上校长蔡英林指出，餐饮科主题七百会完全定型三年来的学习成果，对设定主题、定案执行、内场器材到外场供菜、估计成本到定价贩售、宣传营销，整体布置拢由学生发挥所学，细心考究方面影响采访报道。